哎，你讲吼，艺术家，艺术家哦，可能你个个性上个外表吼，非常个斯文哦，啊，讲话咧就是也很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慢慢的吼，我们讲咧很难想象，想想你江老师按斯文个外表台下哦，跟性冠毒咧其实是有一个这个灵魂哦，哇，那个强烈的在里面有一个，你知道有感觉上就是好像快要冲破哈，快要冲出那个胸膛，所以咧才会毅然决然哦，表态你讲。都推翻改就是教职改推入吼，去到 L 就以后发秃，而且老师去到那边，老师刚才讲如鱼得水，对吗？这个因为跟内心的这个内心的那个想象跟感动是穷哈的，是一致的，对不对？画风此 U 台当，该用改颜色嘞，这个富兄改鲜艳共鸣，然后呢？自己想什么就可以把内心直接表露在那个画上。老师，我看你在这个序里面，好书的这个序里面下都，最后就是是不是病啊？改细节是你的指导老师校长永信上改凸一种明信片，黑猫，这个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肯定。是是。是啊，对，要高中对嘛以后，你几号高几班哈？一手看的都东方人，都是西方人，要东方脸孔的很。像我在那边算是，可以说是一个两个，一个两个，有的是有一两个是日本人，日本人，但是脱脱了以后，他们算自由身了，脱脱也是离开。那我是很耐心的读，因为俺拿两个文凭，所以俺就。实实在在印印成的涂鸦的书。古作欣赏，你伫比利时后发嘅风格同伫台湾嘅发图嘅风格完全冇相用。哎，冇相用。完全冇相用。古作你睇到嗰片你讲嘅眼镜蛇画派，系你重新开始嘅一种嘅绘画风格嘛？一冇，一唔咩人讲，那一定系要讲嘅吼，那做选，那做西方嘅野兽派、表现派的东西。而是呢，在去到亚好高以后，啊，更有信心的，因为讲，人家个作品的表现呢，可以更直接，更大胆的表现，更自由去表现，所以等于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跟勇气了。每周得讲得到释放哈，啊对，真经可以得到释放，确实得到内心情感的释放，真经，所以按强调的作品，真经，老师俺知道哈，一个做一个艺术家哈，做得有。去家嘅作品吼，去完全的表露自家内心嘅思嘅吼，嘅一天亲很福嘅事情吼，所以我想咧讲到你一下吼，你家乡亲朋友听出是不相，好，讲完到吼，收到了本你强下来欣赏一下豆袋马家戏，豆袋马家戏，哇，嘅词有台档，有反派，有色彩鲜艳嘅发图，所以信上今天有带了几幅。作品要跟我们乡亲朋友来分享哈，有哈哈，我们看到个你提一幅，让你乡亲朋友来分享个是嘿，老师你画的就是动物的那个画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对哈，作品都是大部分以动物跟人物为主题的。哇，像你阿是昨天看到的，你阿是嘿，信上发个，这是你讲老鹰，黑毛，妖婆，妖婆哈，老婆，老师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吗？好，那个通过。南方一朵种，除了老鹰之外，还有个鹦鹉啦，公鸡啦，鸡公啊哈，还有个鸳鸯啦，或是个金鱼的一条方面，啊，希望个。嘅通过佢有个动态方面咧，所以咧佢发拍像马啦，冇是叫嘅，叫叫吼，那就一起发，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刚才盖下看到嘅是老鹰嘛，老婆刚才看到盖关，你乡亲朋友可能老婆，所以老师你看一下那个色彩就用的富裕松感鲜艳，是，对，嘅眼中包括像一个马眼的。颜色它鲜艳的一个通过，你看现在呢，像鹦鹉啦、公鸡啊的面貌，颜色它鲜艳，好，过体型它胎，那想要表现一个作品比较阳刚，好，比较有气派的东西的作品。对，老师，你看你老鹰的这一幅图哈，你可以完全感觉到信上发老鹰两幅图的，其实那个笔触，费松感，你讲粗犷粗口，是是，好，费松感粗口，安永感油画，而且颜色，你看它天空的颜色，老师还加了一点红色在里面，是是是，让整个画面能够动起来，而且热情起来，没光看到安尼朗朗的感觉。对，可是我看这幅画，我真的我很有感觉，是因为
他就是他感觉上非常的有生命力，傅宇聪感觉是亮丽，而且老师你的颜色真的用得很大胆呢。是是是 是, 是，对，而且他的这就像老师讲的，老师因为我有看到老师在自己的画里面有稍微容易少改一下，老师你在底色上面你是用底色，然后你的底色的颜色再加上你后来铺上去的颜色，其实除了那个颜色很大胆，它的背景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那种一细细跟比较暖色的颜色。对，那用一朵不同的笔法跟颜色的做出不同的空间感，让作品呢更有内涵，有看耐宽了，看耐宽。对对啊，老师很谦虚也看耐宽。不过老鹰，老师竟然带来第二幅画也是欣赏蛮满意的作品嘛。嘿，还有很喜欢的作品，嘿，还差不多2012年噶，2018年噶啊，一个西安的旅行。嘿，现在这一幅嘛，就是在西安旅行的作品。对，西安旅行的作品，对。啊，当时还要想要改变啊，其他作品那个内容，以前通为语主嘛，哈，你讲要中国方面啊，以前啊嘞，也都有读过历史那些啊，中国方面啊，一读个世界有名啊，像兵马俑唐三彩，对，兵马俑唐三彩提啊，那台湾的历史博物馆，某座故宫一条乜个，全世界呀，太多地啊有展览过啊，啊，想一个古物呢，重新的诠释，啊，用那个西方的油画观念，色彩的。首先，洞房的主题，我啊发没成一般人重要，有个特殊感，特殊感，对，所以做个重新诠释，让中外人士看到作品呢，就有个亲切感。哎，真景，因为老师的这个画风哈，其实因为因为你发感女中 AD 讲兵马俑系列哈，兵马系列其实给 AD 好动风感东西。不过老师你用的那种笔触，跟你自己法图感风格，然后所以这样融合起来，所以盖亚欣赏又轻佻嘛，提供都道琼系中外人士，中文音是看外感世界，他可以对 AD 动风感东西有细细感了解。看到老师的画风的时候，他又可以了解到在西方。受到的这种绘画风格的一些影响的结合，是艺术本来就是一个共同国际的共同语言，好，我们是讲在文字的一个介绍哈，不管个苏联人也还东方人呀、欧洲人呀、非洲人，看出木主一看出底下有些哪个东西，好，按那个东西啊，跟音乐一样啊，哎，你讲吼，哎，念念不通某相关哈，国际的共同语言，嘿呀，该够一重出咯，该发一款都，感觉上流感音好像很熟，老师有口呢喏，比如老师爱口呢嘿，比如爱系外国音译系，推满音，哎，你流感音木口呢念念不通，你讲流感音口呢，哎呀，你的话可能那个感觉上两个人的气力就变得很近，距离就拉近了，没差，要是想要用。西方的方式来表现东方的主题啊，真景。所以老师，刚才我们第二章看到的嘿，信上改兵马俑内列系列改图，老师还有带来第三张作品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三张作品也是老师很喜欢的作品啊。这个啊，老师我哇，爱动中一两种，老师少改一下。哎，我最近我发现呢，以个原住民为主题，我常爱想过。台湾人啊，不管是福建人，也是外省人，也是客家人，哈，也原住民啊。现在来说，原住民可以较特色，尤其个啊，黑人苗栗哈，有个太阳门面，噶细就看过一段，面上有切丝的个，对对，太阳门面，哈啊，你咪讲也是伊个这个文化特殊，哈，尤其啊那个。太阳纹面跟落人家，也慢慢的凋零，剩下一两傻雕，一两傻平平。一首虽然你咪讲啊，用一个油画啊，用作品来表现，但是太阳纹面一朵，也一朵人类对不吧？但是啊，像啊用啊个自家个风格、色彩、笔法来表现，一个原住民长期很多个闪红底白，有那种内心的情感嘛哈，表现出来。其实俺方原住民，但有想表现客家人哦。因为讲呀，原住民族客家人都是一个较弱势少数民，较少少数的嘛哈。也得长期在个偏远地方刻苦耐劳，刚强的精神，你望啊用个笔法用色彩来表现一个热情，一个。
奋斗奋发的精神啊，所以讲讲要有跟那个客家的精神，俺讲的精神就是哇，因为演绎客家了，因为我看俺有款欣赏两本书哈，《地府图》其实这整个油画及《地府图》俺都改图，我非常重意欣赏，俺感应的喜好啦，其实每一个都觉得哦，老师我很崇拜你哦，就是讲到欣赏的书，其实去翻到一啲台啊错，就是那种太雅文法感，尤其讲到恰似哦，文面两个部分，我觉得真的可以从里面看到动庆祖老师对记得文法感一种感应，吸到他们那种生命力，我觉得可以在土地古都看到欣赏，很想强烈强烈的表态他们的那种生命力在里面。是在台湾的广看我们在国际机场也是这样啊。都是有时候都是很代表性的特殊的民族，诸位像比如说达悟族，我做泰雅的，所以外国人来看，日本人来看，各方面也很有讲的那个台湾的特色，对，最直接出来，不管他服饰还有脸部各方面都有他的特殊性，所以我讲啊，相信在台湾一道不管是客家人，一道我想也是好多年的重要，一道花甲的地方一方面的题材，只是说大山一般的封建木重要，是这样。因为吼讲到欣赏法咧，像系你讲台湾文化界，佮到原住民界、族群界，像系恰似系你讲文面，我讲欣赏是。东西才会，因为他们的图腾非常鲜明。是。好，你哈刚英就你哈刚英改文法，那是当然。是。好，你原住民用原住民改文法，那是一定的。如果一名原住民记得有改文法，非常的鲜明，他们的图腾不一双改清楚。所以当老师用画画来表态，记得有改一种改文法、生命力还是精神的时候，那个就风格是会不一双改强烈。对，所以其实为什么看的会很有感觉，也是正好我的笔法很粗犷，颜色很鲜艳，很直，而且用笔方面很直接，有很流畅的线条，所以展现那种对一个生命的热情，跟那种乐观，所以有点讲，有原住民朋友讲，因为你那个土，我讲原住民在深山里面过得很苦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是很正面、很阳光，对，是这个情形。嘿，情形吼，冇咁错。所以吼，你个乡亲朋友，两堂节目吼，你可能贡献上分享，上喜中几个作品吼，大家还没对，你欣赏讲的安样个风格好有了解咧，还得请你个乡亲朋友吼先聊一下，等下来分享很好都有意思个图。